你把牛给他抓住了，这我也不敢抓住。好，快点，累的再说。都蹲着那台，你说。哎。他妈！他妈！你干死我你！操！他妈！没力了吧？你太屌！你烦死去！你这蛇没劲，咱们再注意点。 不会放的，他不会放的，你打也没用。不，小心，那个，好，尾巴尾巴，咬死你了。好，快了，快了，赶紧。那个。没事，他把这没毒的。压头的是吧？压头。别了，那个。提着他，那个。这不要被牛牛了，咬。爸，他不放啊。他不放的，太厉害了。牛牛被。拿他鱼，牛牛被咬了。牛牛被咬住了。住口吧。 给我抓好了，你都被咬着了，肯定被咬了，被咬了好多的，哥。哎，你这个狗是，这没用啊。好的。哦，说帅气。哎，你抓的时候，卡住他脖子他就松了。对，我的。卡脖子，卡脖子。啊，还有啊。没有，卡脖子，卡脖子，脖子，不要提他，对，卡脖子。 小脖子没用啊！我怕，害怕什么呢？我怕都是软体动作，猛的一扯。让我来，我来摆牛牛的。牛牛太猛了，他刚才。你慢点，不被蛇咬到手了。没有，这蛇不是没毒的，他怕被多肉咬到。被牛牛咬到了。 不要用手，算了，把蛇搞死。他肯定死了，他直接死了。丢掉，给牛牛的手子，把鼻子捏住。没用，没用，他嘴巴牙齿是空的。是不是搞这样？搞这样才能。早起。来，快点，松手，松手，松手。哎呦，这毒蛇！这个蛇好像有人发呀！来，我。 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哈哈哈哈哈！已经趴在鸭子里面去了，你知道？它的鸭子已经进去了。这蛇被它摔死了。已经死了。你这人这样追过去，肯定我已经脚把它踩住了。辛苦哎。没有，就把牛咬了，你知道吧？没有事。那不可能。把牛牛牵出去是了。为什么呢？它被咬了好多口。没有狗，狗这就是找它。那就攻你。 好臭！现在它的两个蛇，两个牙齿。这个行为，插住它的那个。这旁边好多蛇的，蛇都摔死。好几条都是菜花蛇。